再来看到的是高雄的冈山羊肉节呢，今天热闹登场喽。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一个直径180公分的超大锅子，邀请1000人来一起涮羊肉，也提供了羊肉涮涮锅免费吃的活动。有许多民众一家大小都一起来吃羊肉，而千人涮羊肉还将会挑战世界纪录。哇，铜锣一响。大锣一敲，高雄冈山羊肉节正式开始。主办单位特别准备了一个直径180公分的大锅子，要邀请上千名游客一起清汤涮羊肉。都欢喜，都欢喜，吃了好吃。哎呀，你食食看嘛，好吃。赞，阿罗赞，有汤头好。现场许多民众吃得大呼过瘾，有的全家大小一起来吃，有的情侣俩你一口我一口的好甜蜜。虽然高雄出大太阳，不过丝毫不减涮羊肉的魅力，口感很嫩很鲜啊，哎，羊肉很好吃啊，冰汤涮不是要散的啊，所以说吃起来比较好吃啊。这场千人涮羊肉不但邀请民众体验大家一起涮羊肉的乐趣，也提供羊肉涮涮锅免费吃。另外千人涮羊肉也将挑战世界纪录。冈山的羊肉非常的嫩，然后有弹性，那比较重点就是你涮两下之后呢，跟我们的冈山豆瓣酱啊结合，它有一点点咸，有一点点辣。好吃的羊肉通通免费，景气差，民众省钱过周末，很多人都是一家大小来体验这好吃又好玩的千人涮羊肉。中天新闻蔡宗勋、黄伯成 SNG 小组高雄采访报道。